来，一起体验一场特殊的动物参观吧。牛、鸟、狗、大象等天然根雕，还有藏獒奇石、玉兔奇石，惟妙惟肖的大圣奇石、凤凰落枝头等等奇石，简直就是大自然的完美馈赠啊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根雕奇石收藏家吧。踏入收藏奇石根雕这道门是有一个契机的。当时我开了一家观赏鱼店，为了寻找鱼缸垫底石，我走进了呼噜壁的隔壁河滩，一下便被这大自然的粗犷之美所吸引了。说来也巧，第一次去我便一眼看到了这个印有藏獒的奇石，天天抱着这石头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一个两个带到房子里放不下。在室友的建议下，我开启了这家奇石店，成立了奇石协会，从实体店加工售卖再到网上售卖，奇石根雕的路子越走越宽。在我的带动下，儿子也报考了玉石相关专业，现在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玉石店，将我们俩的共同爱好传承了下来。现在我们协会已有正式会员40余人，石友根友也从一开始的几十人扩大到现在的5000多人，现在大家生活富裕起来了，想要参与这项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真是印证了老一辈常说的乱世黄金盛世玉。我这辈子就是干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走遍了咱新疆大好河山，不仅在山川中寻到了美食，更是在奇石怪木中看到了山川，看到自然，看到历史，开心呀。